哦，怕这车撅呀。没事没事，来，没事了。我妈呢？你妈搁那儿。哎，我是黄瓜姐，你看看，这又买了两个黄瓜。你跟高姐你俩。你爱你能行啊？行，看来干的，没多吃，咱大娘，这家来，这见证了女司机的厉害。我们家还有俩女司机呀、啊，你在家吗？一个比一个啊，尤其黄瓜香更猛。又虎又猛，那家伙倒车嗖嗖嗖嗖往前冲也是，呜呜就跑，人家慢慢给拧拧呗。这没招了，现买了两个瓷管，我们得下子下子这里啊，卡肚里。要不想当上次那不是也掉沟里的了？嗯，是吧？我赶紧，我现在开始挖沟了，挖沟上去了。女司机杀伤力挺强啊。这样就好走了。你的车宽，你的车也好走哈。我的车也不好走。对，这还有个男司机呢。我爸冬天也打算考票，人家家的韩管你看看都是一个，你看看我们家从那头噗噗噗噗噗噗噗，一直干到那头。我们家门口，我们家整个五个管。五个管还那块还差呢。哎呀妈呀，不是。这啥技术啊，这么大个地上还掉不过来呀、啊、就我倒能掉过来，咱加上整宽照，这边女的开车干啥的不方便，加上她也方便。你们这样整的女司机在大家心目中到底是啥形象了都？那昨天送煤的都给大门给刮坏了，跑了完那边还蹭。要是男的他就不出现这问题，女的吧，她一遇到事儿，她容易着急，她慌。我也是女司机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所以你看我开车，那你爸你说那话，那玩意儿慌不慌是我能管得了的事儿啊？我倒不想慌。对，要人有的时候拿油门当刹车，咔一踩到底，嗡一下都没影。要我的车买了三年了，就一直在山里开，三年了，好不容易开到16000了，太够深了。不戴手套？磨手磨坏了可以再长，手套磨坏了。啊、你办的这个行吗？啊，还行不行？看，你为了对着这个门啊？哎呦我天！我已经是老司机了，我开了三年车了。走了，你把你上这边，叭就奔那满山走。啊！刚才喷人们那你嘎一车全是。那个道，他家那高，咱家不高。行，亮亮。你那里高？你说哪？姐姐，你说哪个高？你看路修好了，小道可以随便倒车了，好道吧？这你新手没事了哈。我做好饭了，吃饭了。这个太干也不行，太干就碎了。这一快递来回摔扔的。嗯嗯嗯。这样是，你看都哗啦哗啦。那这个这边两边都得全装上才能吃呗。对对对。你先吃吧。没，我又不是啥功臣，我这哪能在你们在这干活，我搁那吃饭呢？嗯，带完也。你我那个带的屋口窝哈，你可以抬起来。这也能不用了，别动了。这周家，叫你不用过。发家，那你拿着。哎，咋发呀？你别，你答案我没等带着口呢。啊，这不会发家，他就是不行哈。扛多好了，四老爷。二三，扛吧，来，一二三。
啊。行吗？行。你去给你爸开门去。我自己乱开，没事儿。慢点。这都是吃了完的呗，嚼完根儿的。对，吃饭，我给你们做的毛血旺。妈，毛血旺就搁这儿啊。嗯，毛毛、旺旺都在里面了。哪个是毛毛？这也是毛毛。这没有毛肚，杜王红没有卖的，我就拿鸡胗做了，你们尝一下。血呢？血鸭血呀。啊，旺是肠。行吧，这味儿。好吃，好吃。我爸每次都这吃都没吃，你夸你姑娘，你不能这样夸。熬肉还能不好吃吗？爸，你吃点那个鸭血。真难吃。不是真难吃，假难吃啊。他说他真难吃，假难吃。谁一听？那叫是真难吃，假难吃。他是瞪眼说瞎话。好吃的意思。豆皮儿，你们扒拉一下子。吃完了赶紧吃什么？对，你多吃点这木耳，这个鸭姐，你知道？哎呀，常年数星儿的人，谁在那说我们家天天糊弄？你看我现在厨艺见长。小张现在越来越会做饭了，现在给他妈省事儿了。嗯，还有带鱼。嗯。有鱼有肉，嗯，有鱼有肉，就是刺老牙不长肉，不争气。哎，我这样多挺好，我啥玩意儿都敢吃啊。嗯，人家总以为我们娘俩是虐待你。没，刺老牙。今天给上顿不给下顿，你视频拍完了你别吃了。这、菜能打几分？有啥分？满分1000的。100。那行不错。哎呀妈，撑死我了。我可不吃了。102太瘦，这姐。我102斤，我还瘦。102斤多好啊！这样不控制。看你妈量是应该减。这回又在那试超了。我岁数大了，就不减了。哎，你真好意思。那我嫂子他妈也还说呢，你手掉下他姥姥眼睛说，假如我岁数大了。那我不闷手了，我妈说吗？我说我姑娘说的说岁数大，那你也别吃了，你也减肥吧。你真好意思啊，奶奶的。看我多正气，五十冒头。看我妈现在多胖乎啊哈，嗯，一看就有福之人。啊，嗯呐，你看你爸吃，喂猪喂你这样吃亏大发了。亏啥？一点干吃不长肉，全是瘦肉。不杀吧生气，么干喂干喂不合适，没人宰。多亏我李哥家纱窗了，我妈他们这么晾一遍，然后这把渣子滤出来了，一会儿阿姨他们再脚跟儿，然后再一个个过，又选一遍，对，嗯，再滤一遍，这样的话收到你们就没有这些碎渣子了。对，碎渣子前两个甩出来了，看着这是碎渣子，我留着我们自己吃了。你可拉倒，天天就想给我吃那破玩意儿。那还一个大蘑菇。嗯，你走吧。